牛顿国际学院成立于2002年，为加拿大安省教育部注册的正规私立高中，15年来为立志进入北美高等学府的莘莘学子提供一流的教育和指导，打开学业及人生的成功大门。多伦多是加拿大的经济中心，拥有全球最多移民人口的城市之一，无论在社会、文化、教育、艺术都充满特色。牛顿国际学院选址于多伦多市中心百年历史建筑之内，北邻怀亚信大学、多伦多大学及安省艺术设计学院，文化氛围浓郁，走出校门2分钟即可融入多伦多真正的中心区文化，尽享市中心现代繁华。牛顿国际学院的教师持有安省教师认证执照，精通安省教育大纲，而且具备丰富的教授国际留学生的经验。学校1:15小班教学形式，促进课堂交流，能够准确照顾学生的学习进度。学校还会提供定期咨询，确保每一个学生的专业定向、学科选择、课程安排以及学业进步的情况都会得到老师的精心指导。牛顿国际学院设有全日制高中、精英班、名校保送班、大学直入班和特长班等，组织1:1辅导、大学高 GPA 课程辅导、实习和就业推荐等服务。学校还特邀多伦多大学毕业的中文助教，帮助学生尽快融入国外学习生活，克服语言和文化障碍。除了专注学术外，学校会安排一系列的精彩丰富的课外活动，包括参观博物馆、美术馆、音乐厅、陶冶艺术情操，更定期安排学生参与国际慈善机构义工活动，拓展国际视野。学校更聘有专人安排学生入住寄宿家庭，或帮助他们选择租房，确保他们安全安心，与家国生活无忧。15年来，牛顿国际学院的毕业生成绩优异，纷纷跻身北美名校殿堂，收获非凡的学业及人生硕果。